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我们要来玩这个成神的世界。没有啦，我们要继续玩我们的星辰荣耀。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玩一点比较轻松一点的内容，就是我们来当神奇宝贝大师吧。我发现这个模组里面啊，有一样道具很厉害，很厉害啊，就是它。我现在在平行移动模式 ，Michael Jackson。我刚怎么弄的？那我们呢可以利用我们的超酷神奇宝贝球，然后把我们的 boss 给抓起来。对，他可以把它抓起来，就是这一颗叫做生物捕捉球，对着一个生物实体投掷，比捕捉它。这个东西很厉害，我觉得很酷，所以呢，我想要把它做出来，然后让boss 呢可以让我们抓起来，看能不能多抓个几只，然后来对放出来看会不会对战啊之类的，这样子还蛮有趣的哦。OK。那在我们去抓动物之前呢，我们呢先来把我们的装备做一个升级，就是在上一集不是有提到说要做那个护盾能量恢复嘛，对不对？对，那我们就稍微把这个护盾能量恢复给加进来一点，因为这个 EN 的值，当它到了最大之后，它就会开始扣我们的能量，它就再也无法恢复了，就是会比较会很慢。然后我们也不可以脱这个装备，我有实验过，如果说我们把热力套装脱掉，这也是一种伤害，可是因为伤害叠加太多，我们的装备其实是撑不住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得要保有温度才行。那么我们就开始来轻松做这个东西吧。材料就在这里准备好了，我们就速速的把它给合成出来吧。先把我们的套装做一下交换。OK， 好，这样子就穿完了。然后，哎呦，啊，为什么会扣谁？为什么？对，为什么会扣？哪里不对？我哪里穿错了啊？没有啊。就抖，不得，辐射值满了吧？等一下啦！哦，原来我的辐射值已经这么满了。我穿了龙装备之后，我就完全没有感觉了。OK， 那好，我们就开始来升级吧。我应该不会再对，因为我刚刚已经重新洗血过了，所以呢，我现在的血是干净的，不会有辐射的问题。帽子先第一个做实验的嘛，然后眼睛、钻石、金苹果，这都是基本材料，然后还有龙芯。好，我们就放上去吧。右边放一个这个，然后中间放这个，这其实没有分中间不中间，就随便你放，你高兴就好。我想要放这样，然后龙芯放这里，然后我们就可以 start。我们就四个部分都给它做核心护盾恢复升级，这样的话我们的伤害就比较不会有大那种空气的问题，然后就影响到一些扣太快，然后GG的状态。有成功，快转，魔化舞台，有了，然后最后一套，好期待哦！终于可以玩，可以稍微完整一点我们的整套装备了，碎。结果还是玩下来之后发现什么太空伤害什么的噼里啪啦的，结果还是龙套最猛了。你还是把龙套做出来，基本上你也啥也不用怕了，真的。如果说要及时换装的话，我会这样子穿，然后再我们就一次给它换过去，这样的话就不会怎样了。这样子，然后再按，有没有？我们应该是可以让那个左下角的 EN 维持在零的状态，有一直维持在零有没有？可以可以。我现在吃东西没有声音，因为我把玩家的那个声音给关掉，不然的话你们会一直听到那个蓝色的那个圈圈一直在那边 ㄎ， 很吵。所以你们看左边这个值会一直恢复在零，有没有？这样子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不用担心太多那个什么大气压力啊、伤害噼里啪啦、轰地啪啦，那个都不用管了，而且好像连辐射都不用管，对不对？我觉得是没错，因为我是脱掉装备之后，他才通知说我的那个辐射值啊超过，对不对？我是脱掉装备他才讲的。但如果说我永远都不要脱，他是不是就永远都不会讲？好像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很猛好，那么我们就先来开始看一下我们的生物球到底要怎么做。首先需要雪球跟青色染料，青色是用青金石。跟我们的仙人掌绿，仙人掌绿的话就是可以用我们的仙人掌去烧，或者是被感染的仙人掌。为什么是叫被感染的仙人掌？听起来有点可怕。所以我们要准备的东西是雪球、仙人掌跟一堆杂草，对不对？因为我有看到杂草啊，所以杂草用剪刀剪应该就好了吧。走，我们来去地球好好的收集一下我们的新物资材料。然后我在想我们要做几颗啊，因为是雪球跟铁锭，其实难度也没有很高，那不如我们就等一下我先剪一下草。把草捡起来，这个只要捡草就好了。小鸡鸡，你还不要被捡啊！我说的是那只公鸡，你们不要乱捡，你们不要乱想，好不好？
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莫名其妙开了一点车，不对，没事，不开车，小白不开车。我现在连身上自己那个什么吸东西的那个的声音都不见了，不错，保持安静，保持安静。OK， 这样子就有一组又16个，够了，够了，够了。然后还需要什么雪球嘛，然后跟青色染料，所以我们就去准备雪球跟青色染料。说是说青色染料啦，可是我等一下我会提升我的飞行速度，飞行速度调节有，直接拉到600，飞行锁定不用。OK，Let's、okay, go。呜，有了雪球，到了，太快了吧！我还在恍惚哎，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我没有那个，我没有铲子，借我一点，借我一下，借我一下。这里借我敲，借我敲，我只要一点点雪球就好，我需要铲子。OK，Let's、okay, go， 超快速飞行，嘿。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挖掉，这样挖应该可以，可以，可以，这样的数量够。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去找仙人掌，我们要找仙人掌。哎，对哦，我们可以顺便来找一下那个什么，我们的龙蛋啊。我们上一次不是来到这边嘛，这附近对不对？我记得好像是这附近，我的重生点，还是我飞错？飞错就算喽，看一下，4 3 2 2 5 4，对对对，这附近，这附近，对对对，这里这里这里，龙蛋，我现在有夜视能力，我不晓得有没有办法找到龙蛋哎，龙蛋。龙蛋 ，Hello， 你这颗那个是什么东西？嘿，啥？啊，是我的板子，我从外太空掉下去的板子，那个飞行板对不对？哎，真的，有之前有某一集的时候，那个板子飞掉下去，然后我没有注意到，结果它就原来是掉到这里哦。哎，我真的是可以来这里寻宝，真的不知道会掉到会看到什么东西。更多马铃薯，好了，我再也不要。乱丢东西了啦，可是也蛮好玩的。你从外太空上面丢下来的东西会从这里出现，所以它其实是有作用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一坨黑啊？石油啦，石油啦。然后我是黏住了，我真的黏住了，好扯哦。等一下，玩的我很尴尬，我现在不能动。我现在怎么办？没有，没有，我没黏住啊。完了，我那个游戏机制在玩戏弄我。有了，到了，到了，到了，好快。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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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来来来来来，都过来，小朋友们。我用剪刀剪会不会比较快？速度是一样的。OK， 实验证实。来来来来来来，这个要几个？这个至少也要好几个，对，直接好几个。12个嘛，那两个可以做一颗，那我们就看到就多拿一点吧。Hi Creeper， 来，请你爆炸吧，我是无所谓啦。好，因为我现在呢很自由，很 free， 所以我无所谓。然后我要把这个放在我背包后面 ，OK， 这样就可以射了。村庄村庄会不会卖东西给我？这飞行速度快到我有点花这好快啊！我们来那个古墓遗迹一下吧 ，OK， 这就是我的古墓遗迹，直接把天花板弄掉，好猛哦！我要看一下下面有什么宝物可以拿，虽然我可能没有什么兴趣啦。OK， 绿宝石苹果，爱心抱歉，其实我知道，就是想说拿一下嘛。我拿到爱心容器吗？没有可恶，我想说再加点爱心的。这个村庄有什么啊？这边有西瓜，一颗卖3000，好贵哦。更多按钮会不会藏什么东西在这里面？神器啊，还是村民的遗物啊，甚至是某个村民里面的什么小黄书哦？没事没事啊，不要乱讲啊，什么都没有啊，他们在干嘛？他们在霸凌啊！他们在霸凌，我看出来，那衣服不一样。他就说：“你为什么穿那个颜色的？我喜欢啊，叛徒，叛徒，这样子，这样之类的。”34个可以烧，好像可以做很多颗了，对不对？好像可以做很多颗。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村庄里面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也没什么吧。为什么这里有猪？你们在干嘛？挖矿哦？那些村民命令你们来挖矿哦？好坏哦？太邪恶了吧！哎呦，那些动物在发什么神经？他们移动速度好快啊！好，不要管它。我现在呢，想要再实验一个东西，就是，如果说我能够一直往上飞，然后我能够飞到外太空去吗？我现在开始飞哦，我现在开始飞哦。为什么我的角色为什么看不到我自己？我看不到我自己，为什么？好怪啊！算了，不管它，我要继续往上飞。我现在高度在哪里？1200。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我已经飞到2000的高度了，但是我还是没办法传送到外太空。
对啊，已经3000了，还是不够高、哦。那我飞到4000好不好？如果到了4000我还是没传送的话，那应该表示要去外太空，可能还是得搭火箭。我是这样猜，因为我已经来到快4000了，4000没反应啊。对啊，所以没有搭船的话是没办法上到外太空去的样子。好啦，那我们就先回到太空站吧，用传送就好了，因为毕竟方便嘛，而且我人也懒得下去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神奇宝贝球。首先呢，要做出那一颗球，所需要的材料是我们的草，青色染料，用烧的就可以了。那我们就先把染料全部拿去烧，这个烧超快，待就不，超快。我们把青色染料在范围内没有访问点可以使用。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有一种可能性，断电。真的断电哎。哦，又断电了，烦欸。我看一下啊，通常断电的原因有几种，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上升啊？那边的头，你看又没有电了。但是这种情况下可以靠重开游戏解决。我决定重开游戏比较快。好嘞，重开游戏之后，基本上所有的电力都会恢复哦。那我们就来打造我们的神奇宝贝球吧。需要仙人掌绿跟青金石一起搭配嘛？大概就是这样。可以做出这么多个，那我们就把这个丢回去试试看，应该可以啦齁。有这样的话可以做一颗，我可以做几颗，全部放下去就知道，反正就全做啊，全做，全部都，反正材料都是要给他，就给他全做，全部都给他。嘿，可以做27颗。好，那我们就用27颗，其他的全部丢进去。我们来捕捉我们的 boss 吧，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一些很坏的地方，然后让那些人觉得很头痛。这样，我们先来去月球，我们先去最基本的。我进去了吗？没有，我根本没有进去。OK， 我飞太快了，这飞行速度快到一个爆炸。基本上我有测试过，只要它是网的话，这个生物捕捉球都能够捕捉生物，就是可以捕捉那个网。但是，有几款模组，像是我没有试过，什么？找到了，我没有试过那个，就是我们昆虫世界的那个叫什么捕捉法杖，那个我没有试过。然后，另外一款有汪汪推荐的那一款，那个叫什么？那个捕捉的瓶子那一款我有试过，但是没有用。对，它不能抓，它只能抓一般的生物。好处是它是用瓶，它可以用瓶子，只不过我没有办法。对，GG啊 ，sorry， 我本来想挖的，但是挖的太大力了 ，sorry， 我飞好快啊！等一下我要控制一下，我飞太快了，那个根本就没办法控制。飞行速度调节一半就好，256啦，就大概一半。这样比较好飞啊，飞那么快是要吓死人了、啊。好，走，这里就是有了骷髅王啊、不是你，我好像抓错了。救命啊！嘿，抓起来。在哪里？在我身上。有了，我抓到他了。所以这边的地牢其实还蛮 easy 的。那我可以直接把它打开吗？他应该会说不能开，对不对？我可能需要一个地牢一来解锁这个。哦，对，有人跟我讲说。是不是可以用漏斗直接把他的那个箱子直接用那个外抽的方式把它抽掉？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们试试看。我先回去，我先这边存一个点，我回去。OK， 来了，我们来试试看到底能不能用吧。把这个挖开，旁边放一个箱子，然后漏斗就这样接过去。哦，没有那么简单，他不给我开。如果说因为我没有打赢 BOSS 嘛，我再进去的话，哦，又出来了。呵呵，两个嘞，我两个王好开心哦、喔。这两个王就是会像这样被包起来这样，然后我想要清一下我的包包哦、喔，这个月亮石头太多了，走开，哎，那就等于说我只要一直不断的进去再出来，它就一直不断的出现喽。真的哎、欸，我这样抓几只啊？好了，不要抓太多，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它快灭族了，完了，不要抓那么多，一点点就好，这样就好，好，这样几颗，1、2、3、4、5、6、7，好了，够了，抓那么多干什么？那因为这些呢，基本上就是你可以丢出来看它们，可是它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去，就是怎么讲，让反正它不会帮你，它不会让你那个啦，展示出来就对啊。我们要把 boss 放在哪里？一起来看一下，究竟 boss 会不会打架呢？我想要放在这边，我们放在这边好不好？我们先放两只出来，因为这边刚好是村庄嘛，村民应该不会介意啦。我丢，哦，出来了，第一只王表示他看到我了，他正在对我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也是要自己笑死，然后还我，再丢一只，嘿，他怎么了？他怎么突然不射了？你怎么突然对人生失去希望了？哦，他射到自己，
那你们两个不会互打吗？因为你们两个是好伙伴啊。啊，救我！我被包起来了，我被丢了。所以他们两个不会，啊，他也不会攻击村民哎、欸。这样子看的话，他好像一个畸形的怪物而已哦。对啊，就是畸形而已啊。哎，真的哎、欸，我放好多王出来，但是王都他们在互相伤害，那些血量都不是我扣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互相。你看，他们在抱我，表示我很受欢迎。哇哦，够了没？够了没？够了没？好了，抱够了没？我走了，我走了。Hello，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不了哎、欸，我被他们黏住了、欸，我走不了哎、欸，走开了，走开了，变态，变态。他们在轮流，就是他们在轮流抓我，然后我现在人根本就没办法动，完了。他们在轮流抓我，我想要再去抓另外一只，我想去抓那只苦力怕，然后把它放在这里，然后看他们会不会互打，好不好？互打，OK， 哎、欸，我逃脱，我逃脱成功，我逃脱成功。然后我现在身上还有23颗，那我，哎、欸，他是死掉哦，啊，他会掉钥匙吗？他有掉钥匙吗？哎呦，那个箭矢累积，哎呦，他在干嘛？尿尿，哎呀，我的天哪、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嗜好哎、欸，听起来好像你都不会尿尿一样。不是啊啊，他好恶哦、喔，好没礼貌。好啦，我这边还有一只，然后我再去抓一只苦力怕来好不好？然后我们就让他们两个互打，看看会不会受伤啊之类的。到了，是血，走进来。看一下，我应该要从头开始吗？才不要的，应该是从这里直接切过去就好了。哦 ，beautiful， 这是哪里？岩穴藤蔓 ，OK， 这里这个岩穴藤蔓这是干嘛的？应该只是装饰用吧，因为我看到这边好像没什么东西耶，有一堆矿啦，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不管它。我就直接开了啊，哦，好像是往这里，看到蛋蛋了，就是这里 ，surprise， 嘿，哼。This is too easy. 我要变成宝可梦大师，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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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好，然后接下来呢？等一下，接下来呢？要大量的捕捉这个到底什么苦力怕蛋哦，不能用，进去出来丢，拿起来，这样子有几只？这样的话就有两只嘛，然后再加上三只苦力怕。好，不要过来啦！我知道你在攻击我，但是我听不到攻击的声音，走开。好，再来，再进去，抓起来。OK， 来，好，这样的话应该就够了。我们直接拿去外面看会不会打架好了，应该是会打架啦，不然的话就是他们串通好的。我就说，哎、欸，等一下你会被抓哦，那怎么办？我们就假装打架好了，对，假装打架，我最会的，假装打架。好，开始，我们先丢这一只 ，Piu。OK， 它出现了，是一个很厉害的双攻凋零怪，然后再次我们要丢这个，哦，这好大哦。哎、欸，不是啊，你们要互相伤害啊，互相伤害 ，Got it，Got it， 不是 ，No， 你在干嘛？你很笨啊！这只嘞，这只又开始不理人，是不是？他好像每次都会这样，就是射一射就会觉得说啊，哎、欸，有了，打架，哎呦，他变成他的骨头了，他跟他融在一起干嘛啦？你应该打架啊！我再放一只出来了，嘿。好，两只，你们会不会互喷啊？哎、欸，他们两个互喷喷不到哎、欸，那这个嘞？哦，有了，哎、欸，刚刚又喷到了，哎，为什么会这么那个？为什么他们两个互炸会这么那个？哎呦，他们现在在所谓的苦力怕式社交，有了，他们在互喷对方了，他们在互喷，好那个，为什么啊？他们在互喷对方了，哦，他们越近了，哇！他们在怀疑谁才是小三，是不是？欸、他妈黏在一起了啦！哇啊啊！所以我说骷髅王嘞，好那个，好那个。所以我说骷髅王嘞，哦，骷髅王在里面啊！我知道怎么会那么那个啦，骷髅王在里面射弓箭，对不对 ？Oh my god！ 那个，我记得骷髅王好像会一直不断的射弓箭，害我很那个。哦，我现在没办法接近了。等一下，有一只苦力怕在旋转，他数了，他数掉了。那怎么办？我怎样用远程弓箭啊？走开！我戳到了，我的弓箭也太痛了吧！我先把这个骷髅王射掉啊，他死掉了，说射就射，剩一只哎、欸，嘿 ，ouch， 嘿 ，ouch， 嘿，所以他们有掉钥匙吗？我看起来是没有掉了，有吗？有掉吗？哎、欸，有啊、欸，有啊、欸，有啊、欸，所以他们也是还是会掉钥匙，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洗地牢钥匙的话，你可以这样做、欸，你可以学我，就是对啊，
把全部都先抓起来，然后你要抓几只你就进去那个房间，出来再进去。好了，我知道了，你弄我。啊，吃自己吃，回去吃自己。对，你就是把那个网呢抓出来，然后一个一个慢慢修理掉，然后你就会累积一大堆的钥匙。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比较衰吧，我只有一只地牢钥匙而已，所以并不是每个网都会掉钥匙哦。这样子刷起来很累。这是有了，有掉了，有掉了，在洞里面啊。这样的话，我就洗了两把的二阶地牢钥匙，虽然我用不到，丢用不到，都用不到。OK， 哦，今天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哦，有这个生物捕捉球还蛮好玩的，只不过它就是不能摆出来给大家看，让我觉得有点可惜哦。好，那么今天的实况操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回再见，拜。